欢乐的啊。好 ，Hello， 我们刚玩电玩风哦，我是 Becky。耶、yeah, ，好，今天那个要 Becky 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啦。没有，没有吗？啊、好啊，好，你讲啊。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了，就是因为 Becky 就是之后啊，就是他可能会去，就是不是我没有抛弃，就是他会离我们远去，但是还是会回来，只是就是其实你这样讲的很奇怪。好了，总之呢，我就是要去上海呢去发展拍戏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所以可能以后会比较少见到我。对，就是、但我不是要离开，我还是在的，只是可能比较少见。就是隔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。对，就是变成隐藏人物这样子。隐藏人物，那我按上上下下走的时候 ，BA 可以呼叫你。人家，然后就出现。对，没有啦，就是。可是好像这次会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次就是可能不一定啊。我们现在先不要讲任何的承诺，这样。啊，这样子啊，有可能就消失了。没有，不会。反正以后有机会，我们还是就是被逼回来，我们就回来，还是来就是打一下、玩一下游戏啊。对啊，对直播可以吗？对，可以啊。那节目可以吗？也可以、啊。那回来我就变成生疏，然后就变成卡这样。就回来就换了个人了，因为好像说会换个造型，说。对，换个造型，不知道，不确定哈。对。没有啦，反正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啦，就是可能就是 Becky 会比较少在节目里面出现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豪哥的落泪秀。落泪什么？我有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好落泪？往里看，你要表现出感伤、欸欸。其实我讲说感伤，就是、我们节目已经就是其实陆陆续续有放过。听不下去了，就是不感伤就对了。不是啊，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新的人啊，就是问题是，其实我觉得就只见新人笑呢，没有啦，什么？我还是就是很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是想要去，有的是去想要。就是追求自己的那个幸福快乐啊，对你这样讲也对啦，就是我觉得都是很祝福他们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就是很好的发展啊。其实他们现在大家也都还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啦，好啦，就是我们希望 Becky 就是在就是去上海那边也有很好的发展，好不好？嗯，然后好，谢谢。发达了以后不要忘了我们，那没发达我可以回来上班。可以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好啦，嗯，那就很感谢就是大家的支持这样子。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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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平常就给我很多的鼓励这样。對對對對，嗯，好，祝捧场冷场。对啊，冷场。好啦，这个礼拜就是有 Terra 的攻略。对，好，期待再相见。对啦，我们希望 Becky 可以那个，哎，不过应该说下一次可能比较快就会回来了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拜拜。也许，好，拜拜。